我是阿元。OK， 现在的时间呢是很早很早吧，大概是八点早上左右。然后我们现在的人呢就在朗嘎威这边啦。我们这一次是14个人一起过来朗嘎威这边旅行，有我跟 Cherry 啊，阿旺香米，然后小明、大马六哥。还有很多啦，还有 Findy， 还有很多人啊，还有 Miss Ryan 他们。今天呢我们的行程就将会是出海，就是去玩 Jaski 啊，然后等下之后还有一些惊喜的节目啦。听 Benny 是这样讲啦，他讲他们有安排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要给我们，是蛮期待的啦。因为他讲到那个惊喜好像很够力，这样很贵，这样现在他们大家全部人都还没有起来嘛，我相信应该是起来了，只是还在准备着。然后我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今天不是今天，所以我现在就要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们住的酒店。 OK， 还有啊，看到吗？首先望眼看过去的是这一片超大的泳池。难道是？喂，难道是？纳尼？纳尼？早安，早安，早安。早安，哎，早安，早安，早安。OK， 首先这边呢，它是就是两个人一间房，两个人一间房，然后很适合for情侣来这边度假的，非常适合，而且这边蛮舒服，就是很舒适。所以这一间这一间酒店的名叫做 Air Rock。所以如果你们来朗嘎威旅行的话，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个 Air Rock 这一边住，真的是服务一级棒，然后它的那个环境也非常的舒服，真的真心推荐。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房间门关起来呢？是因为今天出来旅行嘛，然后也一样是不例外的，不例外的想要就是小作弄 Cherry 一下。因为他们今天总共有5个女生呢，然后他们女生呢是已经是讲好，他们大家都要一起穿比基尼，然后出海去玩这样子。所以今天我的目标，我的 content 是想要当她在穿比基尼的时候，我要做一个 over protective 的男朋友。我觉得这东西是蛮可爱、蛮好笑的，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不会不让她穿3.4的男朋友啦，只是讲。我等一下还是想要就是假扮一下，如果他穿3.4的时候，穿比基尼的时候，我一直用布把他盖，然后一直跟他讲，比我跟你讲，叫你不要这样穿了的，你看你走光了，这些等等的东西，然后我看他会不会 back check 我，就是哇，老大都出来玩了嘛，怎么你不让我穿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我们就等一下 timing 对的时候，出海的时候，我就开始我的 plan。所以今天这个 video 我会以一个 vlog 的形式，然后不要让他起疑心。OK， let's go。OK， 你们看 Cherry 他现在就已经打扮好了，然后他等下就打扮，他等下就打算这样子出门，你们觉得可以吗？穿到这样子，那个班底都露出来了，啊？你可以这样穿吗？你讲，我不是讲，我叫你不要这样穿，你要这样穿可以，你要用一块布这样盖住这样，不会，啊这样子。一块布这样盖住，这样子就可以，不然会很多男生看到，你知道吗？等下我盖。等下你盖啊。OK。OK， 这一间 Arrow Hotel 呢，它除了它的环境很舒适之外呢，而且它还会就是有这些名车接送，像这一辆 Merc， 两辆 Merc， 三辆 Merc。然后4辆 bus， 然后那边5辆 bus。就是昨天我们刚到朗嘎威机场的时候，然后这些酒店的他们的人会安排这些 bus 啊去接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非常好的一个服务。Nice。OK， 我们现在就在车上啊，然后我们现在就出发这那个坐 jet ski 的那个地点，看他穿到这样子，包到完这样，从这边。包到来这边，这样才对吗？这样才像样吗？像该那个啊，这边露一点肉，这边露一点肉，然后这边又露一点肉，像什么？已经是穿这样了，你要晒黑。啊，你今天你只可以穿这样，你要这样包到完像肉粽这样啊。Oh yeah，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坐 jet ski 的地方。哇，一望无际的海边，西北爽哦。
所以呢，今天我的计划不会在这边执行啦，因为 Cherry 现在穿着的是做 jet ski 的那个服装嘛，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弄他了。等一下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等他穿比基尼的时候，我才继续回到我今天这个计划。就让我来看看，如果他男朋友是一个这样保守型的男朋友啦，他到底会不会很悲情？经过了一轮的折腾过后，我们现在已经驾了差不多整整一个小时这样子啦。然后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处在的情那个场景，大家排排坐吃果果，然后玩的玩，然后游泳的游泳。哇，看这边的风景，好靓啊！这个风景好靓啊。OK， 现在 Jasmine 要跳水啊，你真要用来跳啊？你要用来跳还是要慢慢下？OK， 加油 ！OK， 我们现在就玩完了我们那个 jet ski 啦，然后我们现在要换下一个地方去玩，目前还不知道是去哪里玩啦。然后我想要讲哦，你可以把你的屁股那边拉一下嘛，你的屁股蛋跑出来了。你要穿可以，你用布遮住，你要用一些，你遮住啦，你尽量遮住啦，你看你这样录那也可以。啊。拉一下，我要拍照了，你拉一下先，拉一下，再拉一下，另外一边不用拉 ，OK， 走，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码头这一边，原因是因为呢，我们这边已经就是包下了一艘游艇，然后在里面玩哦，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上去那个游艇，哇！我已经听到音乐了，OK， 这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游艇，耶！开游艇仪式 ，Come on！ 哦！这个是游艇的外面，然后呢，这边是游艇的里面，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些等一下 party 的食物，然后。这边有厕所，然后这边也是可以下去的。这样子下去过后呢，哇，这边有一间小房间，可是这里的温度真的是特别舒服，还可以开根拖柜了。然后这一边也有一间，哇，而且这边呢是可以看到海水在这边。OK， 现在 Cherry 就已经换好他的泳装出来，可是我对他的泳装很有意见。首先你这边要拉上，你一定要拉上，不然我就这样子遮住。OK， 然后你的后面呢就要拉下来，不然就用一个布盖住，来遮住，这样遮住。等一下一直这样玩啊，全程这样玩啊。OK 啊。他们已经开始铺那个网了，等一下我们就要跳下去那个网那边，然后这两船就拉着我们走，好像很好玩这样，很期待。拉一下哟，拉一下。我觉得他的那个 big check 啊，已经差不多到那个点了。OK， 身为一个好男友嘞，我就要坐在这边夹着他，看他拍照的姿势有什么不对了，我就要直接。纠正他。Hello， 那个脚合起来。你不觉得他脚这样很有问题吗？我觉得很美啊。脚合起来。喂，谁叫你放乳沟？拉上去。拉上去啊，看什么？拉上去。要按。OK。见好就收啊，不要太过分。等一下我这一次的旅行就这样没有了。哇，汪 ，say hi，say hi to my channel。哇，老人还在拍啊。脚不要这样做，合起来。脚合起来。Hello。他不要理我哎，他完全不要理我。Hello， 我刚才跟你讲，你的手要怎样遮住啊。Hello。看到吗？完全没有理我。Hello， 手遮住，手遮住。你还是要点头。有共鸣，有共鸣，有共
什么？我讲你外面很多男生，你不要这样穿啊，就是。对，一开始我带来的时候，你又没有讲什么。但是你应该 stop 我吗？不然现在你叫我换什么 T 恤啊？没有，我突然间又觉得不可以，因为太美了，不可以给其他男生看。所以你现在拍完照是吧？然后你就去换 T 恤出来 ，T 恤跟那种普通的睡觉的短裤。那我笑耶，全部穿比基尼，我一个穿 T 恤。所以你不要换啊。OK、如果我硬要你换。你看你的屁股蛋又跑出来，然后你的事业线又跑出来。可以了，可以了，弄你的。什么？我弄你的。我知道了。可是你相信啊？我相信啊，因为男朋友多数都不给的嘛。可是我奇怪，怎么你这样酸炭给我穿？可是我不一样啊，我真的是会给你穿的。哎，你这么聊，你会相信？因为就是男朋友多数都是这样的嘛，不给。就是不给穿这样暴露的吗？没有啦，我是开玩笑。有的也就是一百个里面。所以你该有生气吗？没有啊，我真的生气。你没有生气啊？这样你的心情是怎样？这样很神哦。没有啦，我弄你的啦，我老诶。OK， 首先呢，我的看法是，女生呢年轻是本钱，而且人一生只有年轻一次罢了，所以要趁你还有身材的时候，你想要怎样穿就怎样穿，当然是不要穿到很暴露那种。是啊是啊，但是你现在这样子是 OK 的，适合海边啊，就适合海边就可以这样穿。不可能比基尼穿低。所以我也想要透过这个影片来跟一些比较木头思想的一些男性朋友来讲，如果你的女朋友想要穿，就是他们想要这样子穿啊，我觉得其实不用特别非常去限制的，对不对？就是你在女生的角度，你有什么想要讲给一些男生听？我不会表达喽。你不会表达，所以你的看法跟我一样啊。就是、OK， 女生喜欢打扮美美，穿这样啊，其实不是真的要给人家看，就是单纯要自己就是看到自己美美的这样子的一面。对，而且女生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那句，每个人年轻只有一次，而且女生的时候年轻是最大的本钱，然后趁有身材的时候，身材还是很好的时候，所以就是要把握那个年轻的时候去打扮自己，这是我的看法啦。OK， 不是在影片前面讲这种话，我确实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人，所以以后如果我在限制你穿比基尼的话，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一定是我弄你的。哎呦 ，OK， 拍照了。OK，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旅程的 vlog 呢，我就记录到这边了，因为他们现在大家都要开始玩了嘛，然后如果一直在拍这影片的话，也很扫兴啦，所以我今天的影片就在这边做结尾啦。OK， 好不好？拜拜，玩得开心吗？这样下次你想要再去什么国家？不知道，想看。我要去日本。去日本。想去就去啊！现在不能去。OK，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结束啦，拜拜，我们下集见。Enjoy our trip。拜拜。